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。前面带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小孩子看到人家坐那个滑板车，喜欢得不得了。今天我没有告诉我老婆，我偷偷的去市里面买了一辆回来。等一下，老婆会不会说我败家呀？给大家看一下这辆车吧，花了150块钱买的，这个很结实的，大人都可以坐在上面。走吧，现在我们把车拿回去。现在我们到家门口了。在玩呢、啊，看你看我买的啥？你又买了一辆车啊？是啊。这样子有话说，祝你又买。没有，那天出去他不是很喜欢这种车吗？又给他买了一辆。啊，那我选的是什么车呀？那么多样子的，三辆车了。行。试一下，喜不喜欢那样？他不会玩呢，啊？他太喜欢玩了。喜不喜欢那样啊？啊？转弯，转弯，转弯。喂，杨洋，陪妈妈呀，这么厉害呀！哇，杨洋，陪妈妈呀，好厉害呀！陪慢点啊，陪慢点。看来儿子还是蛮喜欢的吧。看来这次是买对了，儿子喜欢得不得了，老婆也没怎么说我。网友们，这个车150块钱有没有买贵呀、啊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